成语猜猜乐，学习也快乐。欢迎来到成语猜猜乐，我是陈彦周，我是林之颖。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出一道题目，请大家看电视里的画面。猜到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吧。我们的答案是鸟语花香。那么鸟语花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解释一下，请看。鸟语花香，鸟语花香的意思是鸟唱得很好听，花开得很喷香，形容春天的美好景象。造句的例子如下：沿路到处都是青山碧水，鸟语花香。大家都学会了，对吗？成语猜猜乐，学习也快乐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再一次，明星明星要笑容，明星就是没有笑容的。我们今天想来，我们的答案是鸟语花香。鸟语花香 ，Action！来想了一下了。你们对抗就看哪里哦？哎，乱了，动作乱。对吗？